冬至是一年的最后一个节气，也是个团圆的日子。在湖州南浔，搓圆子、吃圆子是冬至的传统，有团团圆圆过冬的寓意。在湖州南浔双林镇的向阳村，村民鲍丽丽今天打算多包一些圆子，用来招待亲戚朋友。烧水、剁肉、切葱、萝卜洗净切条去除苦味，再把切好的葱和肉一起放进来，放些调料腌制备用，把开水倒入准备好的糯米粉里面，反复搅拌揉搓，在凹成半圆状的粉皮里塞入馅料，甜的、咸的，形态各异。除了有馅儿的圆子，当地人还会将新鲜的南瓜蒸好后打成泥，加上很细的精米粉垒成弹珠大小。这种没有馅儿的实心圆子在浙北地区很受欢迎，当地人也叫顺风圆，加上白糖就能吃了。